大家好，今天为各位分享《红龙果酵素》第一集。这个是天然发酵、纯酿造、无酒精成分的红龙果酵素。我们的酿造流程为各位介绍，首先将红龙果洗干净晾干，切开去皮取肉。它的酿造过程如下。第一集的话呢，我们是纯酿造红龙果酵素醋饮的前置作业。第二集的话呢，为各位介绍红龙果酵素的酵素发酵。第三集是发酵的检验与调整。第四集是整个红龙果酵素醋饮的品质检验。酵素指的是什么？这边所称的酵素就是蔬果的发酵液。一般来讲，单一水果发酵是单方发酵的方式，经长时间发酵以后呢，取得单方的发酵液。在经长时间的熟成发酵后，可以将各种单方的发酵液相互混合成复方的发酵液。所以复方发酵液只要再经过长天期的稳定发酵以后呢，就可以成为复方的成熟发酵液。酵素又称为酶，可以帮助体内分解物质，让物质更好的被身体吸收。发酵液在日文里面称的就是酵素，因此一般叫发酵液为酵素液饮品。我们将火龙果切丁，分别将半片的火龙果再切片，再纵切、横切、再切丁，放置在容器内。酵素的原料，发酵液是以蔬果等食品为原料。在不同的酿制过程里面呢，可以加入乳酸菌、酵母菌、醋酸菌发酵而成，所以产出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。酵素一般的分类可以分成体内的酵素跟体外的酵素。体内的酵素就是消化酵素，例如可以帮助分解食物的口腔的唾液，就是淀粉酶。代谢酵素也是一种体内酵素，是帮助人体的新陈代谢。那食物酵素的话呢，就是属于体外酵素，可以从蔬果与水果中获得，来增加食物酵素是一种很好的选择，可以减少体内酵素的消耗。我们装瓶，准备一个3581ml 的玻璃瓶，使用漏斗装瓶，简单、清洁又卫生。我们把它陆续装到瓶子里面。重量，我们称出来红龙果的重量是1055公克。再来量糖度，它的糖度是22度，是超级甜。然后我们现在加白砂糖，因为红龙果的量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加白砂糖的量也相对较多，所以白砂糖加了659克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搅拌均匀，将红龙果与白砂糖摇一摇，搅拌均匀。贴标注明酿制日期。第二天，红龙果的汁液释出了很多，我们再将红龙果以未溶解的白砂糖摇一摇，然后加速它的溶解与发酵。我们按照以往酿造的经验，红龙果是酵素释放最多的水果，
虽然只是第二天，红龙果已经起了很多的泡泡，酵素也已经开始释放。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泡泡很明显，颜色很漂亮，花青素很多。谢谢观赏，如果您喜欢，请支持爱酿造出频道，更多更优质更精彩的内容将陆续为您制作与分享，请按赞订阅分享，下次再见。